都没有关系，大家不必太争执这个啦。我就讲我在立法院十几年的经验哦，我们进去里面开机密会议，出来立委都大喇喇讲出来了啦。啊，就是安尼啦，迄个物件，我们的惯例习惯都这样子啦，这个没那么紧张啦。这个物件也不会怎么样啦，就是你把它放进来也不会怎么样啦，就是这个记者要开记者会，我们立委要开记者会就去开吧。这个物件当然你抓到有一些违法，你要开有什么办法阻挡？没办法阻挡嘛，毕竟我们立委还是有言论免责权嘛，在这里的话，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很严重了，就大家看起来怎么样，看起来舒服啊，这个东西比较完整了，就是重点在这里啦。文字加加减减，我觉得这个我是没有。